Happy July! Hope you all enjoy your summertime so far. Do you know what is July's birth flower? It's water lily. Today, my video will be showing my painting process and sharing my story as usual, but us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Mandarin, which is my native language. Some of you might know that I am original from Taiwan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USA. Painting water lily has such a significant meaning to me. Since I'm going to share my relationship with one person who is so important to me in today's video. Plus, it happened that she was born in July. If you are not a Mandarin speaker, don't worry, I will show you how to turn on subtitles and select your language. First, you can open my page on YouTube channel and select the video that you're going to watch. Down the right button, you will see setting. Let's click setting. From there, let's turn subtitle on. Then you click subtitle again, you can choose auto translate. From there, you can find different language that you need. Once you click, now you have your own language as subtitle. If you are ready, let's dive right in. 当人们提到出淤泥而不染时，你想到的是哪一种花呢？没错，就是莲花。在英文中，我们提到莲花有两种说法，一个是 water lily， 一个是 lotus。Water lily 的中文是睡莲，而 lotus 的中文是莲花。人们可能会混淆睡莲和莲花，包括我自己。睡莲和莲花最大的差别在于，睡莲是漂浮在水面上，而莲花则是生长在水面上。睡莲的花比较小，而莲花的花比较大。睡莲的叶子形状是圆形的，而且每片叶子有明显的缺口，而莲花的叶子则是圆浑无裂。睡莲是最古老的开花植物科之一，可以追溯到大约 1.3 亿年前。它们原产于世界各地，包括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睡莲属于睡莲科，大概有70多种，每一种都有引人注意的颜色和变化。当然，每种颜色都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粉色睡莲象征着欢乐和友谊，红色睡莲象征激情和浪漫，蓝色睡莲代表平静和智慧，黄色睡莲象征活力和新的开始。另外，不同颜色的睡莲在不同的文化中也都象征着不同的意义哦。今天我选择了白色的睡莲当作我画画的主题，因为它的含义和我今天要提到的人非常相符，而且他还最喜欢白色的睡莲呢。白色睡莲象征着重生和复活，因为它们在夜间闭合，在黎明的时候又重新开放。此外，在佛教中，白色睡莲也被视为神圣之美和纯洁象征，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从非常浑浊的泥土和水中绽放出来，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由来。当我发现我家附近这一大片的睡莲池时，我非常赞叹，也忽然完全能体会为什么艺术家莫内对睡莲是如此的钦佩。睡莲也成为莫内生命最后30年的主要绘画题材，他总共创作了多达200幅以睡莲为主的画作，
到最后几幅画甚至已经大到可以布置整个房间，所以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身临其境。莫内的睡莲花园是他的宁静国度和冥想之地。我记得莫内曾经说过，漂浮的睡莲在阳光下就像珍珠一样的闪闪发光，你怎么认为呢？睡莲是七月诞生之花，睡莲象征着七月宝宝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冷静。这个意思来自于这些睡莲轻轻地漂浮在水面上的模样。七月出生的人也像睡莲一样根深蒂固，永远深深关心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这两个特征完全符合今天我想要提到对我生活中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她就是我的大姐。我的大姐大我六岁，对她的印象我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诉说。第一个阶段是从我出生到她离开家去念师专。这个阶段印象中的大姐很优秀，很安静，但是很忙。当我父母因为工作很忙碌无法照顾我的时候，她是一直陪伴我，帮我洗澡，陪我玩，或甚至煮饭给我吃的小保姆。我依然十分清晰记得看着她小小的身体踩在小小的木板凳上才能碰到厨房的台面去炒菜和切菜。当我和我二姐在玩的时候会吵架抢玩具，我大姐总是一个协调者。而当我惹我妈妈生气的时候，我大姐也是会站出来保护我。所以因为如此我常常会连累她，害她一起被骂，所以我常说我是我们家里的小麻烦。另外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爸爸常常会收留一些流浪狗，那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家的后院去照顾。那身为大姐的她常常需要去喂食，然后清理狗狗住的环境，像清理他们的排泄物。那我常常看到她不管刮大风下大雨，只要是父母希望她做她都会去做。那你就看小小的身体拉着长长的水柱努力冲，当然味道不好，但是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大姐求学过程中一路以来都是非常优秀，我常常看到她上台领奖，包括成绩优异奖、班级模范生奖，或是参加各种画展的优秀成绩。所以在我印象中，大姐是一个非常努力而且非常优秀的一个姐姐。第二个阶段我要提到对我大姐的印象是她考上师专后到她结婚前这一段的大姐。大姐考上师专后就搬离家，因为学校有提供宿舍，所以我看到她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少，但她只要有空几乎隔一周隔一周都会回家。而这个阶段印象中的大姐还是很忙，学校的功课努力画画，有学校的画展要参展，然后有不同的学科还有术科他需要加强，所以印象中的他不是在念书画画就是在练习他的小提琴。我永远记得他关在房间里练小提琴，一开始的时候当琴声出来我们真的鸦雀无声，也是笑在一边，但是我知道她非常非常努力在练习。在大姐念师专这几年有去过她学校看过几次她的画展，在最后一次她的毕业展时我真的被惊艳到了。她的主修是国画，她在画山水和画人物的那种细致度，我终于了解为什么大姐这几年这么安静，而且真的全心投入在他的创作上。那他的成绩，毕业展的成绩也证明了他非常努力也非常优秀。
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他结婚后一直到现在。结婚之后的大姐更忙了，她除了继续学校教书之外，当然自己的家庭也要住，要照顾，尤其是小孩出生之后，她更忙了。然而一旦她和姐夫有空，一定会常常回来看父母跟我们相聚。当我学会开车后，周末假日我有空回家，就会载父母去探望我大姐，去拜访我们的亲家，或是去看看她的小宝贝。我第一次惊觉到大姐都是把自己不舒服的地方隐忍下来，不让家人担心，是她在剖腹生产完后我去看她，她的伤口非常的痛，但是她也没有说什么，她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那也没有哭也没有闹，更没有抱怨，但是当他把手放开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掌都是红红的，我才知道说他有多痛，而且他都没有让我们知道，他都是自己承受下来。和大姐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我经历一些人生上的一些大转折，他永远都是在那里陪伴着我，支持着我。透过他的经验分享，他总是给我一些非常正面正向的想法，那他也从来没有设法去决定任何事情，为我决定任何事情，他总是提出一个想法让我自己去回答，所以他非常愿意把他自己的经验帮助我，也帮助他身边的朋友。也由于这些人生经历的分享，我才知道其实大姐自己也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她一路以来都是用自己的智慧去处理事情，也不会让家人担心，事后也都没有说，我们才会了解，哇，姐姐其实一路以来都是自己勇敢的在面对一些人生上面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事情已经唠了好几年都还唠不出来，但是他一直都非常耐心的在我身边，用不同的方式开导也好，鼓励也好，支持也好，他总是 always there, you know, 所以觉得他是一个最有耐心的姐姐。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非常安定平稳和放心的感觉。有几次当一些事情发生，我的反应和他的反应，你就可以发现我是一只蹦蹦蹦蹦跳的蚱蜢，而他就是一个坐在那边非常安静的睡莲，静静听你讲，静静看我跳，之后他才会慢慢说出他的想法。所以两个不同的个性，但是他一路上一直在帮助我如何去变成所谓的睡莲，如何在最艰难的环境你能够依然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自己的主轴，自己的想法不被周边环境影响，而当你绽放出来的时候是一朵非常非常漂亮的睡莲，给任何人的感觉都是非常平和安静和安全的感觉，这就是睡莲让我觉得非常美丽的原因。大姐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不让家人担心，也一直把家人，不管是自己的家人、夫家的家人跟她自己的小孩都照顾得非常好，她总是把家人放第一，自己放第二，所以她对家人的照顾是真的没有话说。目前的我虽然仍然有一些人生的课题要去学习去处理，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大姐在身旁，我相信路会越来越好，自己越来越知道目标在哪里，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朵睡莲。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位或是很多位影响你一生、对你影响很大的一些人呢？其实在录制这支影片之前，我内心也非常忐忑不安，
毕竟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来诉说我的故事，所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担心，不知大家的反应如何。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是按个赞，也要记得订阅和分享，也别忘记要打开小铃铛哦。还有别忘了让你内心感恩的人知道哦，别吝啬和他们说谢谢。有机会也希望你可以帮助或支持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谢谢你今天的观赏，直到下一次 Happy Painting!